是非常吸汤，它真的不吸油，你知道吗？上回我发了那个流量粉过后，有人推荐我那个旁边有一个火锅很好吃，我刚才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看了一下那个凉粉，果然是没有了，是乖乖的吃火锅的。好多的啊，特辣特辣，那两朵菊花也可爱，不晓得起啥子作用哈。爆浆虾滑、荔枝虾球、鱼子豆花、卖咖啡，现在的火锅店真的都这么内卷了吗？南瓜鲜番茄，没上过劲儿的。老板说这杯咖啡一定要三口喝完，是江湖规矩吗？咱也不敢多问。本来是荔枝味的，结果它是长得像荔枝。今儿没要蛋炒饭，要的酱油拌饭，懂不？南瓜捞起来就直接放到碗里拌，不要笨佐料，笨到佐料都不好吃啊。鱼子豆花，好嫩，一抿的话，爆的是椰浆，因为它爆的是芝士，就它爆的是椰浆，惊喜连连，今天这一顿饭。我吃饭是最不喜欢做功课的，比如说搜啥子攻略啊，去搜啥子，大概看一下，那个才有开盲盒那种惊喜感。不晓得那两个菜都能把我那包饭下下去，折耳跟牛肉。哦，我的冰美式都够了。好可惜，分不标出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番茄，它是非常吸汤，它真的不吸油，里头全是汤汁，是下头那一层。吃不来芝江，真的是我原来香菜都吃不来，我鼓捣学的，学会了之后啊，好香啊！你小时候不吃啥子折耳根？哎，我小时候也不吃折耳根，长大了可以不吃，啥子都要吃。晓得你后头那些名字咋个的？我们哥哥的嘛。后头。我们姐姐的嘛。哪个？我晓得，我不说，还评论区卡尔他们今日消费一个很好笑的数字，222元。